谢谢，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啊。那我是从金融出身的，那以上的毕毅老师跟张老师的讲解是不是非常的棒呢？棒。那他，我要讲都被他讲光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就用我过去金融的经验呢，用金融的观点来分享我为什么看好可以考虑的。那我们先来谈谈那个我们又爱又恨的美元。美元掌控了这个全世界将近一个世纪了，那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魅力呢？我们在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，美国是财大气粗的，它发了战争财，在它主导之下呢，建立了金本位制度。那什么叫金本位制度呢？就是你各国的货币挂钩美元，那我美国美元呢挂钩黄金，那我美国政府保证呢每一盎司的黄金等值固定35美金。换句话说，我美国有多少黄金，我印多少美钞。那你各国的货币呢？你有多少的美金外汇存底，印多少台币，印多少货币。换句话说，当初的货币呢就跟黄金等于挂钩了，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的平稳。那黄金也不会涨，也不会跌。那美国当时是差不多有7000万吨的黄金，那你用35美金来换算的话，他是非常的有钱，他就有钱就尽量花，有钱花，赶快花，所以他就不停的印钞票。那来到60、70年代的时候呢，因为中东的战争呢，加上他的钞票已经印光了。啊，一度那个金本位呢动摇，那最后呢，1971年尼克森总统就把那个美元跟黄金挂钩的那个废除，那大家全世界一片哗然。那美国说，那这样我黄金的部分我代替用美国国会同意，只要美国国会同意，我就可以无限制印钞票。那我们也没办法了，我们深受其害了。所以当初现在咱听到那个货币战争，其实货币战争早就该打了，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够撼动美元霸主的地位。但是到尤其它废除的那一天开始呢，我们的汇率呢就开始浮动了，各国的汇率你动我动它也动，每天都在动，永远没有止境。所以美元就开始贬值，造成了通货膨胀。我记得在民国60初年的话，台北市的一栋房子大概20-30万，本来最初它5-6万，一下子涨到20-30万。那现在呢，一栋大概1-2千万，你看这个通货膨胀是涨了多少？那美国它还是，因为它有7000万吨的黄金，它不停的印。在我2000年回国服务的时候，常常看到电视有那些美国的负债破表，那时候负债大概有10兆美金，那他没办法还是一直印，造成2007年的二房问题，就说钱太多了，那银行的钱又放不出去，只要你有银行抵押、二顺抵押都贷给你，那没想到几年房价跌了，所以那个债务就收不回来了。说美国的二房就是房地美跟恒地美两家公司濒临破产。那在隔年2008年，就高盛跟雷曼债两个发生惨重，尤其金融业就破灭。那个破灭之后呢，大家损失惨重，我相信各位都会有这个经验。但是破产了怎么办呢？那美国政府只有在印钞票来维护即将破产的公司呢，尤其是高盛，他维持高盛，但是雷曼就给他破产去了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大家也束手无策了，各国破产的破产，倒闭的倒闭，那大家没办法的情况下，但美国为了那发明了什么叫宽松政策，宽松货币政策。什么叫货币宽松货币政策呢？就在不停的印钞票，在印到维护这些快要破产的那个产业，后来又印了超几兆美金，
推动了在几年以后的房地产股市再次都已经冲到历史新高，像道琼呢上个月这个礼拜还在创历史新高，一直下不来，因为钱太多了。到现在美国大概有18-9亿的赤字，所以是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负债，讲起来是最穷的国家，那也没办法了。那这次美国税改又它要减税，大概有2.5兆到1.5兆之间的赤字，它的那个减税，那这钱要从哪来？还是印钞票？所以可能我看美国这一辈子是没办法还这些负债。那还好呢，最近几年来有那个数字货币的产生，我们看到了明灯。所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执行长拉加德他说，数字货币是美元化的2.0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数字货币就是要代替美元的地位。那还有数字货币的交易平台执行长前几天也讲，预计明年2018年可能有部分的中央银行会把比特币作为储蓄货币，等于是外汇存底。那我是认为是不太可能，像比特币它一直涨涨跌跌，不太稳定。那要当成货币呢，要有几个元素呢？第一个要大众化，大家都有；第一个全球化，全世界都有；第一个要波动率很小，要它一天涨一天跌，再大来它都不是货币。第三个要交易很快速，像比特币，你说买一个咖啡要等个30-40分钟，啊，买一个交易要一两天，那谁会去呢？所以我认为呢，只有我们的维卡币才是货币，其他的数字货币呢，都是产品，都是商品。啊，今天我来分享，就是说为什么我看好我们的维卡币呢？第一个，维卡币公司呢是一个信用可靠、资产丰富、资金雄厚，而且优质的品牌，还有良好的治理制度。尤其是卢雅博士呢，还有财经跟法律的背景，他的专业我们是非常的钦佩。他的规划呢，已经规划到50年到100年后的时间了，已经看到未来。他所有的规划呢，到现在一一兑现，都没有失约，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。第二点呢，数字货币是未来的大趋势。我们跟着大趋势走，就是大赢家。第三点，维卡币是具有货币跟数字黄金两种性质，那跟其他的货币都是商品，不是货币。那跟现在的美钞也好，其他币别也好，它没有跟整个黄金一样的那个背景，所以等于是你钞票越多越贬值。那只有我们这个维卡币呢，具有保值的价值的作用，所以而且它在跨国的那个汇款速度也蛮快的。第四点呢，就是说维卡币它是有 KYC 的。那什么叫 KYC 呢？就是对你的客户的认证，你要确实啊。只有我们的维卡币有做到这一点，其他的币别都还没有做到。这是符合金融法规的规定，也符合欧洲法院的规定，所以我是认为非常的好的制度。第五点，它是有那个第三方的监理跟监督的那个作用，第三方的公正监督跟认知的分证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认证我们的挖矿机制是正确，不会说没有挖矿的真实性。第五就是说维卡币呢，它是世界的货币。卢雅博士一直倡导他最后的终点，就是要一卡一币一世界，
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有一张卡，然后你们回法币，你就可以走遍世界，那就是通世界货币。那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要跟对好的团队，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还有在维卡币的那个交易平台，它的安全性是100%，它比银行该高一倍，大概有256会的那个，所以没人能够破解，也没办法攻击，所以安全是最安全的。当然，还有一点就是，维卡币的公司的未来发展性呢是无可限量的，尤其是区块链的技术呢基于领导地位。刚刚李辉所讲的，所以掌控的区块链就是掌控的世界，跟以前你掌控的货币就掌控的世界是一样的。那还有维卡币，现在它是世界最大的公司，如果能够像那个所讲的那个，要纳入国，我们预计它明年会有央行列为外汇储备的话。那假如我们的维卡币也列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的话，那我看我们更加多发了。尤其这两天，联合国对于美国要把以色列的大使馆弄到耶路撒冷这一件事，所有的国家都反对，表示呢美国已经走上孤立的制度。那未来我们的维卡币一出来呢？可能大家都气馁而去，而投奔到我们的维卡币来。那假如是所站的一天，我看也不合理。个月可能不是一颗，假如几千万，没有几千万也有几万，所以各位都是几亿人的身份。对对，那维卡币呢？它是在这个货币的领域呢，是属于第一的。那规也是规则的制定者跟推动者，所以他最终的目的就达到世界货币，达到儒雅的希望。那我们拭目以待呢，在未来明年的10月8日呢，就要到上市了。那我们要看懂儒雅的密码，什么密码呢？第一个，他为什么选择欧元来报价呢？而不选择美元呢？因为我们是。美元化的2.0，等于是第二代的美元，不是真正美元，就是我们这个数字货币等于美元。那你再拿美元的话，就是像中国，所以它就弃美元而去，所以未来的美元是不再风光的。那第二个密码呢，就是说，它为什么选择亚洲来上市，也不选择美洲，也不选择欧洲呢？因为这个数字货币的数字货币的市场都集中在亚洲，尤其是日本，它已经发现了这个明灯，已经发现了这个宝藏。现在是日本是世界最大的数字货币的交易所，所以他们很聪明，他非常的聪明。对，但是我们台湾呢，到现在好像没什么动静，呆呆，所以可能会丧失机会。中国大陆这么聪明，他把比特币也封杀了，我是觉得是不智自己的。所以以上我是简单的分享给各位。数字货币呢，我认为呢，将来可能是就再度回到我们金本位的时代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维卡币，不要乱卖，最好是存起来。这是代表光你那定存的利息你就花不完，最好是别花，不要花。OK， 那据何行是报道说，明年预计明年首见当然会把和平纳为外汇储备，这是个大利多。换句话说，是为我们而开路的。所以我们大家恭喜了。我这样几天有看报纸，有已经写出来了。对。所以未来，假如说都是
因为我们的维卡币是具有货币跟那个数字黄金的双重资产，它其他的币别我看为都不是货币，它不具有货币的要件，所以它是商品，像比特币上涨跌跌的都不是货币，货币不可能，所以央行要纳入它的外汇储备的话一定要考察一段时间。像我们的维卡币呢，它就是大众化世界化，它波动力又小，而且交易快，已经达到这个世界四个要件，所以我们是看好这个维卡币。这以上是我看到维卡币的几个，最重要的就未来的十年是一个时代变化最大的时代，我们可能银行传统银行也不见了，会员也不见了，律师啊会计师也不见了，什么都不见了，所以我们要应付这未来的变化这么大，那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对，谢谢各位。